各位大家阿弥陀佛，我们一起来学习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好。昨天我们学习到圆满第一品到第三品接下来呢，我们看进入第四品是本经的正中分是介绍极乐世界依报真报的庄严所以是本经的正中分第一品到第三品呢，就是细分是讲增加心性增加我们的信心所以呢那么这个正中分第四品到第八品第四品到第八品是介绍阿弥陀佛因地的修行是介绍阿弥陀佛因地的修行那么第六品呢是四十八愿所以第六品就讲四十八愿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那么第九品到第二十二品是介绍呢弥陀果地上的境界依报真报所以第九品到第二十二品就是弥陀果地上的境界依报跟真报那么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品就是介绍念佛求往生的因缘果所以无量寿经是非常圆满整部极乐世界依报真报通通介绍给我们那么第二十六品是介绍极乐世界菩萨的生活所以二十六品就讲到这些大众极乐世界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来的不可思议那么第三十二品到第三十七品是净宗晚课净宗统修晚课呢就是念三十二品到三十七品是讲到我们自己的习气毛病那么第四十品到四十二品是念佛人的疑惑所以如果有疑惑的呢念佛就是讲在第四十品到第四十二品所以整部无量寿经是介绍给我们极乐世界的不可思议的依报真报庄严还有告诉我们怎样修行往生去到那边所以非常圆满所以这部无量寿经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庄严所以劝导诸位念佛人的同修一定要读一定要学一定要深入这辈子就是这部无量寿经
啊，那么佛说阿弥陀经是不是一样？一样啊，你深入无量寿经代表深入阿弥陀经了，一模一样。好啊，所以我们看经文了啊，法藏印地第十啊，第十品啊，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殊劫，由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师乔义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斋世教授十四二节，是为诸天几世人民说经讲道。好，我们先看这一段啊，法藏印地第十。法藏就是法藏比丘啊，还没有成佛的时候啊，他是比丘啊。因地呢，就是在没有成佛之前种种的修行发愿啊，这叫做因地啊，在里面啊。就是法藏因地啊，法藏比丘的在没有成佛之前种种的修行法愿啊。佛告阿难啊，这个佛是释迦牟尼佛，告就是长辈对晚辈的称呼啊，这个是称呼了，用告啊啊，长辈啊啊。啊，过去无量啊，这个过去无量是几长远的时间啊，几长远的时间啊，非常很长的啦啊，是多久远的时间啊，这是。非常久远啊啊，过去无量啊，就是啊，我们也是啊体会不到了的啊，因为我们没有记住我们的神通啊，我们还没有体会不到啊，等到在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亲自跟你说法，你都懂了啊，你都明白了。啊啊！啊！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殊劫啊，这个总共了 啊，不可思议无量殊劫啊，就是。多久远的时间啊，这样子啦啊，有佛出世啊，是啊，在过去久远劫的时候
啊，这个是意思了。有佛刹，是叫世间自在王如来。我们看经文啊，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啊，所以意思就是，在过去九眼劫的时候，有佛刹，是叫世间自在王如来。啊，世间意思就是空间呐。啊，我们要知道，佛菩萨来度化这个世间，佛菩萨的名号就是教益众生的目标啊！你们要知道啊，他的目标是什么？是来教益我们的啊！所以菩萨的名号就是教益众生的目标啊！啊，所以这个世间自在王如来啊，也是教益众生的目标啊。啊，所以一切佛菩萨来这个世间，他们是有目的的啊，啊，有他们的目标来做什么啊？所以啊，佛菩萨来度化众生，应以什么身得度，即先什么身而为说法啊。目的就是来度化众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啊，像我们现在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来这个世间是有他的目的的啊。释迦牟尼，释迦的意思就是慈悲，摩尼呢就是清净啊，所以释迦摩尼意思就是佛来这个世间度化，是要开发我们的自信的慈悲，自信的清净。可以讲我们现在娑婆世界的众生是缺少了我们的慈悲心跟清净心。可以讲用简单话来讲，就是我们现在众生是没有了慈悲心，没有了清净心啊。所以现在的时代，佛来度化这个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示现80岁，他的意思，如果你们能够开发你们的慈悲心跟清净心，你们都能够回归自心了啊。所以我们现在的人缺少了慈悲呀，清净啊。反过来
我们现在的心是什么呢？贪嗔痴污染污垢的烦恼的不善的念头到无底洞了，已经没有了慈悲，已经没有了清净心了。什么心呢？烦恼心、污染心，就这样了。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时代，何况现在啊，科技发达，这些网络、电脑、手机，通通都是污染啊，通通都是烦恼啊，所以如果我们真正修行的人，一定要远离这些东西，专精进念佛、听经、读经、修行。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不一样的方法，但是如果你要真正的成就这一生成就的话，那么你必须远离这一些污染的不善的这些外面的东西。像我们看真正修行的这些同修们，在东林如山东林念佛堂123个人进去念佛永不出来了，远离电视、手机、网络什么外面的这些污染的东西，他们都通通都放下，专持持名号、专听经、专修行，住在那边永远不回来了。问问有没有提到恩爱眷属啊？没有了。有没有提到这些外面的物质财产呢？没有了，通通都放下了。那么成就呢？123个人通通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解脱了。为什么这样呢？专修啊。郭罗匠，我们看住在破庙，远离这些外面的污染，才有成就啊！3年一直是一直在往生啊。所以，如果我们丢在这些泥土里面，污染确确实实不容易啊，要成就不容易啊，除非那些再来人。那他们可以啊，我们呢？我们不行，我们一定要真正退休了，对这个世间的责任已经够了，那么你必须对你自己的生死大事要为了，要解决啊。你生死大事解决了，没有问题了，你往生有把握。所以鼓励同修们一定要创造一个真正的因缘，来让你修清净心，让你没有收这些外面的污染，在家也好，出家也好，在道场也好，在家里也好，那你自己调吧，确实不容易，但是你一定要调好，找到真正的方向，让你自己真正的落实，不会给污染，
啊，那么你可以真正的进修念佛，远离这些啊外面的污染啊，你的心保持信念成名啊，那你有往生有把握了啊。如果我们还搞那个搞这个啊，那么要处理那个事情，要处理这个啊，那么你是你找自己的麻烦了啊。处理那个，处理这个，是要再来人给他。才可以做得到，我们凡夫起码最少我们如果有因缘在家人建立一个道场还是净宗协会，一定要如理如法。这个净宗协会是给众生人类人民有缘的来修行，来学习，来念佛听经，只有做两个事情而已，其他呢其他不做，只有听经念佛，念佛听经。真正啊，要落实 啊。啊，做到像东林念佛堂123个人通通念佛往生啊，这才是真正的啊不可思议啊，这样子啊。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福报的话，那么我们就自修吧啊，自己在家里有个小房间啊，专门我们修清净心的念佛听经，就在这个房间了啊。所以啊，我们看个人的能力了啊，绝对要随缘啊。所以这个释迦是慈悲，摩尼是清净啊。所以佛菩萨的名号就是教益众生的目标啊。所以是老师的美德有十种通号，圆满福德智慧啊。所以这个世间自在王啊，是表什么呢？有十种通号圆满福德智慧老师的美德啊，这个是。所以这个不可思议的世间自在王啊，世间就是空间，自在是解脱，王就是圆满啊的意思。所以啊，不可思议的啊，佛菩萨的名号是不可思议，来度化这边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啊。真正的成就
啊圆满啊。所以佛菩萨的名号就是教益众生的目标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了啊。所以法藏印地第四啊，我们进入第四品了啊。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殊劫啊，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啊。我们先学习到这里啊。所以我们就进入第四品啊，本经的正总分啊，介绍极乐世界依报真报德庄严啊，非常不可思议啊。所以无量寿经啊要学非常不可思议很长的时间，那我们就啊一步一步来学啊。所以我们从第四品到第八品就是介绍阿弥陀佛因地的修行啊。所以法藏菩萨啊怎么样修行啊，他的德恨修行愿力成就这个极乐世界是怎么一回事来的啊，就在这个第四品到第八品啊告诉我们非常细啊，讲得非常细圆满啊。所以我们还没有极乐到极乐世界啊，我们现在就先认识啊法藏菩萨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依报真报啊。所以等一下我们到极乐世界我们也是学习无量寿经啊。所以极乐世界啊，你想学什么经啊？熟不一闻，了无所闻呐、啊！啊，你要听什么经，就你就听什么经啊。其他的菩萨们听其他法门的经，他们就自己听，亲自听这个法门。毫无妨碍啊！虽然我们在极乐世界排排坐啊，左边是那个菩萨，右边是这个菩萨，他听的经跟你听的经不一样啊。他听他自己的喜欢听的，我听我自己喜欢听的经。方便呢就听喜欢他自己喜欢听的听听的经啊，所以各无妨碍啊，非常自由非常自在啊。所以真正叫做随心所欲啊啊，随心所欲非常不可思议啊。这叫做什么？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啊，就圆满了。好，今天呢，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感恩大家，感恩诸佛菩萨的加持。阿弥陀佛。各位大家，阿弥陀佛。我们一起来学习《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解经》。好，我们看经文。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殊劫，有佛出世
明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食世间劫，无上师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是为诸天几世人民说经讲道。好，昨天我们学习到明世间自在王如来，好，所以这个佛菩萨的名号呢，就是教义众生的目标方向啊。像现在我们是释迦牟尼啊，释迦是表慈悲，牟尼呢就是表清净啊，所以世间现在我们娑婆世界的，就是缺少了慈悲心、清净心啊，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自信里头的慈悲心、清净心已经给污染了，已经给盖住了啊。给什么盖住呢？给什么污染呢？就是贪嗔痴烦恼不善的念头盖住啊。所以这就是佛菩萨教义的目标方向。那么这个自在王如来，世间自在王如来呢，就是世间就是空间了啊，自在就是解脱，王就是圆满啊，所以这代表呢，那个时代的众生啊，广度的目标方向啊，已经得到空间解脱圆满的一个情况啊，所以世间自在王。啊，那么这里呢有十种啊，有十种通号啊，圆满福德智慧啊，这个十种呢，我们一条一条来学习。第一就是如来，第二就是应供，第三就是等正觉，第四就是明行足，第五就是善思，第六世间觉，第七无上师，第八调御丈夫，第九天人师，第十佛啊，总共有十种啊。我们先学这个第一如来啊，如来是我们的信德啊，众生的信德，信德本来具足，本来有啊，能生万法，本来清净啊，一切众生有如来智慧德相。啊，所以一切众生有如来智慧德相啊，何其这性本来清净，何其这性本来具足，何其这性能生万法啊，所以这个我们的如来是自性里头本来有的啊，所以我们的自信本来是清净的啊，没有受现在的污染啊。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会变这个样子呢？因为业力啊，业力变现我们变这个样子的啊。
但是我们的自信里头呢，本来是清净的，不受污染，所以因为这个业力主宰，业力做主了，才会我们现在变各种各样的相，因为不善的念头做主，所以我们要回归我们的自信，回归自信就是回归到极乐世界，才是真正的回归自信了，法身境界遍一切处，虚空法界就是如来，所以法身的境界是遍一切处，每一个处都有佛的意思，每一个处都有如来，就是无不处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如来的境界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得到，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经文所看到的，就是如来就是我们的性德，是法身境界，遍一切处，虚空法界就是如来，遍地就是佛啊，就是意思就是遍一切处，虚空法界就是如来的，所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信德，接下来第二应功，应功，应就是感应，供就是供养，如所修行供养，用老师的教诫落实生活，所以这个应供是感应供养，意思就是说要我们如所修行供养，用老师的教诫再去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释迦牟尼佛叫我们皈依阿弥陀佛，依教奉行，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万缘放下，这就是老师的信德，那么我们要怎样呢？就是如所修行供养，老老实实的，老师叫我怎么我们就怎么，老师叫我怎样我们就怎样，老师叫我万缘放下我就万缘放下，老师叫我老实念佛我就老实念佛，我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才是真正的供养，这才是真正的报答老师的恩德，所以这就是用老师的教诫去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用心上去供养用心上去供养那么第三就是等正觉等正觉就是阿耨罗多三藐三菩提心就是正等正觉的那个境界究竟圆满的智慧佛法的纲领是等正觉圆满的境界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还没有进入那个境界，我们还是轮回心造轮回业
啊，我们还是在搞生死轮回。那我们现在啊，忏悔了，放下了，那么一心归命，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就对了。啊，我们就是用这种的方法来落实，来真干啊。第四条，明行主啊，这个明是智慧明了，行呢就是六度万恨啊，所以明智慧明了觉，行呢六度万恨行啊，主呢就是圆满具足啊，明行主啊。所以明就是智慧明了，行六度万恨啊，住呢圆满具足啊，就是结行圆满具足啊，无有欠缺赞叹老师啊啊。所以从第一条到第四条，就是用十种通号啊，表达圆满福德智慧老师的美德啊。我们老师的美德是谁呢？佛如来啊，世间自在王啊，就是明行主啊啊。所以佛菩萨的境界真是不可思议啊。我们用这些啊啊祖师大德所翻译的啊，真的是大恩大德啊，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这一类能够懂华文中文啊，真的是福报大啊。为什么呢？智慧是从这里而来，智慧是从这里而生啊。所以祖师大德起经从印度啊到中国，这个是再来人所干的，佛菩萨视线所干的事情啊，并不是普通人能做得到啊。所以啊，翻译从中文啊，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啊，是真实话，如来所说的啊，让我们起这个信心，深入这个进藏啊。所以如果没有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学习了啊，也不能解脱了啊。大部分就是这些祖师大德的恩德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尽心尽力，用真诚恭敬来学啊，真诚心恭敬心来学习啊。所以这个是结行圆满具足，无有欠缺赞叹老师，明白因果之当啊。所以这个是赞叹老师啦。第五条是善师啊，善就是善巧，是呢就是涅槃圆寂，生死自在啊。三巧是涅槃圆寂，生死自在，无住涅槃啊。所以善师就是三巧，是呢是涅槃圆寂啊，生死自在的意思啊。佛菩萨佛就是什么境界呢？生死自在，来无所来，去无所去啊。你讲他来他没有来，你讲他没有他有啊。所以妙，这个叫做妙啊。所以这个是众生有感，那佛菩萨就有应了啊，意思就是这样啊。第六，世间解啊，就是对世间的万事万物通达无障碍啊。所以
世间的万事万物就是通达，没有障碍啊，通一切啊，了解明了一切，通通都知道啊。所以因为什么呢？自心开发了啊，无尽宝藏啊，众生无量无边的众生都有无尽宝藏啊，能够了解一切，知道一切。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变这个样子？因为我们的无明贪嗔痴盖住啊。当你有一天能够去除无明了，放下无明了，贪嗔痴也放下了，那么你这个无尽宝藏就开发出来了啊。那么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我们就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那么我们的无尽宝藏就开发出来了啊，往生净土了。第七，无上师。无上就是最高，师就是古时候的称呼啊，通通都明白的意思啊，最高了，无上师啊，最高古时候的称呼啊。第八就是调御丈夫啊，调御就是能够控制调烦恼断尽啊，丈夫呢就是英雄能做到的意思啊。所以这个佛菩萨的境界不可思议，太妙了啊，他们就能够调御丈夫，能够控制调烦恼断尽啊，做主英雄能做到的意思啊。所以佛菩萨来示现这个世间，真的是能够做到调御丈夫了。像我们释迦牟尼佛当初在菩提树啊，他呢就是能够调御丈夫种种的魔障魔尼啊，魔尼示现他面前三个魔尼啊，表扬什么什么啊，佛用他的调御丈夫示现魔尼的真相，事实真相示现出来，魔尼通通就吐，通通就跑掉了，通通就给他降服住了啊。他的真相是什么呢？脓血屎尿，肮脏的臭秽不堪，是通通都是啊，这些虫类组合啊，因缘虫类肮脏恶臭不净的组合这个机器，所以魔尼通通把它打败掉啊，所以这叫做调御丈夫啊，是不可思议的啊。接下来第九，天人师啊，天人师就是能够做一切天的老师啊，所以天人师就是能够做一切天人的老师啊，佛菩萨有这个能力啊，这不可思议的 啊。九界导师啊，佛就是九界导师，尽虚空变法界，佛最尊最贵的啊，就是啊九界的老师啊，天人师。第十了，佛啊，佛就是有自觉解他觉性圆满啊，自觉就是自己解悟啊，解他呢就是帮助众生解悟啊，就解性圆满了，这叫做佛的意思。佛的心得修得啊，佛的美德所不尽啊，说不尽啊，所以佛的心得修得
佛的美的真的是说不尽，圆满无欠缺，非常不可思议，妙太妙了，非常微微啊，这个微微真的是不可思议的意思了，所以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所以赞叹佛啊，世间自在王如来啊，用四种的通号啊，圆满福德智慧啊，老师的美德啊，所以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主善师师见解无上师调御丈夫天人师佛啊，这是十种啊。赞叹老师的圆满的没有欠缺的啊，就用十种通号啊，你看不可思议啊，佛就是圆满究竟的啦啊，真的是没有欠缺啊，不可思议啊，来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啊，帮助我们真正入佛门啊，所以我们应当知道啊，这个佛的境界是不可思议的啊，所以我们就今天学习到这里了，就是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殊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主善师世间劫无上师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啊，我们先学习到这里啊，下堂课我们继续学习啊，感恩大家，感恩我菩萨的加持，阿弥陀佛。各位大家阿弥陀佛，我们一起来学习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结晶。好，昨天我们学习到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主善师世间觉无上师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斋世教授四十二劫，是为诸天几世人民说经讲道啊。所以昨天呢，我们就学习到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啊，就是这里有十种通号啊，表赞叹啊，老师的圆满福德智慧，老师的美德啊，所以佛菩萨就是我们的老师啊，教育我们如何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出离六道轮回，出离五量劫以来的生死轮回
这就是佛菩萨的教育目的目标。所以佛菩萨示现这个世间，给予我们最好的方法啊，所以讲到如来所以心处世，为所弥陀本愿海啊，一切诸佛菩萨来这个世间，为所弥陀本愿海呀、啊，介绍我们阿弥陀佛净土法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圆满殊胜的解脱大道啊，这就是佛菩萨来这个世间的目的目标啊。不管你什么根性，都能够成就。只要你老实、听话、真干，个个都能够成就，个个都能够往生呢。这个是肯定的。所以，佛的圆满福德智慧不可思议啊！佛的信德修德，佛的美德说不尽啊，真的是说不尽啊，所以不可思议啊。接下来我们看经文，再是教授十四二节，是为诸天几世人民说经讲道啊。再是教授十四二节啊，这个是代表时间空间啦啊，所以世间自在王如来啊，在那个时候啊，教义众生用四十二节啊，这个是也是顺众生的法言啊。那你们肯定会问呢、啊、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来我们这个世间度化众生只有80年啊，释迦牟尼佛活到80岁啊，为什么这样呢？也是顺众生的法缘呢 啊，因为释迦牟尼佛跟众生的缘80年啊，不多不少啊。那么世间自在王如来那个时候，在法藏菩萨的那个时候，他们那边的时间是用劫来的啊啊，也是顺众生的法缘、我们要知道佛菩萨
来无所来，去无所去呀、飞过现未来呀、没有时间空间的。佛菩萨如果要的话，无量劫都可以住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初如果他要住在这个世间无量劫还是多劫也是可以啊，但是佛住在这个世间是有目的有目标的，他的法言教义，众生的法言尽了，言尽的意思立刻走啊，马上就走，不留念这个世间啊，就这样了啊。所以佛菩萨是来无所来，去无所去，飞过现未来啊，所以没有时间空间来的啊，是顺众生的法言啊，就这样了啊。那极乐世界无量寿也是顺众生的法言啊。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国土现在还有呢？因为阿弥陀佛的称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他度化众生的法缘广大圆满，究竟不可思议，所以叫做无量寿。度到我们什么？曾经在这个世间众生听过这句阿弥陀佛，听过一句阿弥陀佛，一路而跟，永为道众。无量劫以来，阿弥陀佛也是发四十八愿来带他去极乐世界，这个是阿弥陀佛的大愿力啊！那么我们可以想想看，无量无边的众生曾经听过这句阿弥陀佛，总有一天也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所以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啊！所以阿弥陀佛这句名号普度众生广大圆满啊！这就是顺众生的法言的意思啊。所以不管啊，佛菩萨住在这个世间啊，一下子罢了，还是很长的时间，还是很短的时间，都是顺众生的法言啊。所以这个是叫做不可思议啊。所以众生有感，佛菩萨有应啊。佛菩萨事情办好了，决定是走的啊，决定不留念这个世间啊，事办好了啊，走了啊，就这样了。佛菩萨的目的目标就这样啊。接下来，是为诸天几世人民呐 所以。教义一切诸天人类众生种种的众生，无量无边的众生说经讲道所以佛来这个世间做什么呢？说经讲道
经是一切宇宙人生的事实真相，宇宙的真理啊，这个叫做经啊。道呢，就是该走的路，成佛之道啊。所以佛的目的来这个世间就是这样子啊，说经讲道啊。如果没有佛的大恩大德，我们今天能够得出离吗？没有办法。佛菩萨哀悯众生，所以事先度化众生，说经讲道啊。还有这些祖师大德都是佛菩萨来示现的，来变的啊，给我们做榜样，给我们说经讲道啊，目的让我们离苦得乐，出离无量劫以来的生死轮回之苦啊。这就是佛菩萨度化众生啊，包括这些阿罗汉声闻啊，目的就是这个啊。所以啊，我们业障深重的凡夫，无量劫以来道道滴滴轮转，今天遇到了，绝对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一定要好好的把握，用我们的时间，不管你是在家人还是出家人，都要用功办道，把这个事情做重啊，我们才能够得出离轮回啊。我们可以想想看，无量劫以来我们都是在痛苦当中了，苦不堪言啊。哪一道我们都去过啊，所以现在最后了，不要再搞生死轮回了啊，要办自己的应该办的事情啊，好好的用功，老实念佛，往生净土，这就是佛菩萨的心意啊。佛菩萨要我们什么呢？通通都能够解脱，通通都能够了脱生死，这就是佛菩萨的用意目的啊。能够这样，那么佛菩萨的教义说经讲道的目的做到了啊，他的目的达到了啊。为什么我们念阿弥陀佛往生净土吗？能够往生吗？像我们看的这些老阿公老阿婆，还有很多同修在净土生前路，也是很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啊，一至十智，他们通通在极乐世界都是大菩萨来的啊，现在也是说经讲道啊，因为他遍一切处嘛，来普度众生啊。也是为说弥陀本愿海啊，所以这就是非常不可思议。
所以佛菩萨的大恩大德无尽啊，真的是啊无所不尽啊，啊无底投地的啊来牺牲奉献给众生啊，真的是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依教奉行啊，真干的意思啊，用你的时间来真正的学习啊，带的走的是什么你们要知道啊，带不走的随缘就好了，带的走的一定要努力的去做啊，努力的去依教奉行啊。啊，所以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圆满了啊。我们再念一遍啊，法藏因地第十，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师世间解，无上师挑役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是为诸天几世人民说经讲道。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感恩大家，感恩诸佛菩萨的加持，阿弥陀佛。